今天要示范一个是非常厉害的，鲜科牛蒡丝。哎呦，牛蒡，牛蒡也厉害哟。叫天鹅波彩，天鹅波彩，小辣一女生很适合，小辣公天鹅波彩，就男生吃了会让女孩子幸福，很幸福，幸福来源。干嘛舔？真的啦，你问洛哥，你有去打吗？身体啊，牛蒡其实最容易让男孩子就是在肾的地方很强壮。哦，对对对，所以他就会让老婆更幸福。可以计时开始了。可以可以。那我们首先把这个牛蒡好切丝之后呢，要让它的这个不要防止氧化，泡水，泡水，油温好，大概180度。哇，高油温油温要这么高哦。我们要来做一个炸的一个动作。那牛蒡丝呢？我们把它做一个这个预熟哈。是。鲜客部分呢，我们裹上这个面包粉。哎，不是，地瓜粉。地瓜粉。那为什么一个用面包粉，一个用地瓜粉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对。生蚝的话，其实都是为了让它形体能够固定。对对对。这样保护它。哎，玉米粉也可以吗？哎，不行不行，这个一定要用地瓜粉。地瓜粉为什么？因为这地瓜粉哈，它就会保护它啦。嗯。然后水滚之后，我们把它加下来。它跟面包粉一样啦，就是地瓜粉和面包粉。没有，其实你一定要用地瓜粉，因为地瓜粉它本身的分子颗粒比较大，比较大的话，它容易包住它的蚵仔的那个汤汁。那如果你用太白粉或者用我们的玉米粉，它的那个分子颗粒比较细，所以一沾到水它就整个没有了。没有没有，就是小常识告诉大家。那我们这个下锅的时候一定要热水，稍微那个牛蒡再锅动一下。哦，它是到热水里面去穿烫，穿烫一下。对对对，是。好，我们把它摆下来穿烫哈。日本人很爱吃牛蒡，对，所以去吃日本料理一定会有牛蒡。对，炒牛蒡啊。那我们今天这个牛蒡好，让它吃原味的哈，让它这个炸到上色之后，我们要把它沾一点胡椒盐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炸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哦，现在它已经慢慢变色了，我们火候要转小火。好，现在一定要转小火，然后把这个时间好再拉长，让它的里面呈现更酥脆的一个口感。嗯，那这个怎么看它这个鲜科好的哈，就是浮起来就可以了。嗯，好。好，那这个牛蒡丝呢，我们要炸到这个酥脆哈。那现在油温又上来之后呢，我们再把火转小火，就控制火候哈。嗯。好，那油温又降下来，我们再开大火。哦，那个就是要几遍来冰桥，来回来回，对对对，要看到什么？大概三遍。要降温提高，降温提高。大概好，这个温度，这个色泽就是呈现这样金黄色就可以了。那不能控制在中火吗？你大火小火大火小火，你让他有点事做嘛。阿宇在那边拿，阿宇没有什么话题。所以我怕那个妈妈看就是不太会掌握。对，有没有一个？我们就是要这样，这个才是标准的啦。因为那个中火小火，只要跟妈妈讲，只要记得火候就是大火，对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金黄色哦。好，我们把火关掉哈，直接捞起来。是，哇。那它起锅的时候，颜色还会更深哈，还会再更深哦。好，好了，这个浮起来了哈，我们也是把它稍微取出，然后待会我们要给它盛盘哈。好，浮起来就要赶快捞起来了。哦。好，然后我们大概可以用一点冷水哈，给它稍微过一下哈，把它漂洗。是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因为时间的关系哈，我们先把这个鲜科的部分哦，要用一点，让它降温了，对，让它包住，会更 Q 啊。对，再一次吗？哎，不用不用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那现在好，这两个食材我们已经呈现好了之后，我们现在这样子，蒜头。温师傅，你蒜步骤很复杂呢。不会不会，我们再重复一下，我还有时间可以说。这个牛蒡丝切丝之后下去炸，然后这个鲜科好沾地瓜粉下去烫，捞起来就可以了。只要它浮起来就是熟了。蒜头要吃这个一半深一半那个。对。哎，你们节目这个好特别哦，我看了觉得好想买哦。对啊，是很棒，可以买，可以买哦。对，还有五分钟，还有五分钟，还早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还蛮复杂的哈。有吗？现在把这个，你刚不是说很简单？要不很简单？对对，要有一点程序的，不是只是稍微煎一下蛋就完成了。对。
好几次见了，至少时间内完成。哇，来一点沙拉油，我们要一点沙拉油跟一点。你的料理变得香油淡哎。来，我们这个油的部分，大概各香油、沙拉油各一大匙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很重要，我们把蒜头爆香吗？我们要炼一个叫做金银蒜。金银蒜。金银蒜哈，就把它炒成像金黄色这样子。对对对，把蒜头。为什么不把它捞完？没有，不行哦，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哦，一半的生蒜头，另外一半的对。好，这个第一个提供香气，第二个这个香味哈，还有我们的这个营养成分哈，才会帮助。那请问蒜头怎么样弄才不会烤，就是焦掉？对，蒜头的话，会苦掉哎。对对。对，蒜头的话哈，如果说我们要做蒜头酥啊，一定要用水洗过，因为它的表面的硫化物啊浓度比较高，那你接触油脂哈，下去爆香的时候，它就会苦味焦化掉。嗯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个。蒜头哈，还有我们的香菜哈，把它摆下，因为这个要转小火慢慢爆了。嗯，那我们现在把调料加下来，酱油膏三大匙，酱油膏对，三大匙，乌醋一大匙，哦，乌醋一大匙，糖一大匙，香油一大匙，还有，然后我们的这个酱哈，辣油麻辣酱，哇，一大匙，好，然后我们的水，冷开水，对，冷开水一大匙。看完这边，突然觉得刚刚的煎蛋，对呀，好像怎么煎蛋要花十分钟啊？不是应该五分钟就完成了？刚刚的煎蛋稍微烧一下，哦，打成泥啊，就是把它和匀。那我们可以试一下，这个好厉害，来。对，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还有这个蒜头酥，要把它放进去。这个很厉害的蒜头酥哈，很厉害。对对对。好香哎。对。哎呦，来不及了。我们还可以试吃吗？不用了吧。可以。对，来蒜头酥哈，把它放下去，把它加下去。好厉害。一半生一半熟的，好有层次。对，真的很有层次感哎。哇塞。哎，可以试一下，味道。我们可以试吗？可以，哇！好，然后再吃一点这个吧，要不要吃一点这个？这样就可以试吃了。对对对，这样就可以试吃。你这么轻松，你一定赢了吧？对，撒一点胡椒油。刚刚的蛋都没有让我们吃，这可以这样蒸了。可以，直接拿来吃，试一下试。我好喜欢吃牛蒡。对对对，真的哦。虽然很好吃哦，对，它这里刚零食哎，对，我女儿一定超爱。对。天哪！现在把这个，你看到没？女人幸福了吧？好吃哦！对，鲜科的，对啊，鲜科的部分哈，把它铺排哈。对，然后现在把这个酱汁哈，淋一点在上面。哇！这蒜蓉倒鱼啊！好，我们的牛蒡。哎，这个是层次呢。对。又铺一层上去。对，最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蒜头酥，刚刚的这个蒜酥，还要再加那个，对，脆脆的，脆脆的，对，手工菜，费工好费工，而且摆盘好漂亮，对呀，再把我们的香菜，哇。男人好幸福，来，我们的鲜科牛蒡丝完成了。